이제 유나 치즈잖아요. 와, 씁니다. 그래서 무침 심하네. 肯定都围起来了，它都有羊圈。他们都是骑着马去发的。发力。对。
对，它盖成房子。出毛牛。草也挡不住了，因为它那个普通的话是高速嘛，就是山路修出来之后，当时那个兵站为了修那条路嘛，牺牲了好多伤兵。印度每年都是到个十月份左右，因为一下雪啊，一寒啊，都要走路，太险。就是到往年的四月份。一米一的零。这儿好像种了什么东西，卖的。